早上起来的时候真的非常赶，我们又在一个3点多的早晨再度起床，只是这次不一样的是呢，我们一早起床我们就全部都在整理东西。诚如前几天大家所看到，我们有保姆车，所以呢这一趟我们这个推车也会跟我们一起去，赶紧去把它从后院给它推到正门，超级喘的，这台真的超重。然后现在我们把东西基本上都已经收的差不多了，昨天呢我们还顺便把这个我们赞助商的贴纸全部给它贴上去。今天呢，我已经换上了车靴，还有一些护具，全部穿上去了。等一下呢，我们就准备要出发。现在是南非的时间6:15，原本我们是预计6点要出发，现在已经有点稍稍的 delay 15分钟了。这趟旅程终于要开始了，在经过我们2-3天的移动日，还有昨天先稍微熟悉了这边的环境之后呢，真正重点的部分就要来了。OK。本部影片感谢 KTM 台湾总代理安东贸易、普悠玛一捷租车、Stream Trail 台湾、iGoGo Sport 斯伯特、极限专卖、正成集团、Insta 360、PB Design 赞助播出。多一点。如果不知道多久之后呢？下起了滂沱细雨，可是我们现在还是英勇的准备要出发了。哟，我是鲁特。在经过了这几天在约翰尼斯堡的整顿之后，我们也在今天正式展开了这一趟超过5400公里的旅程。在经过昨天的骑乘，我们也对南非的交通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所以今天在跨上了 Lekker 之后，也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啦。而出发的时候是个细雨绵绵的天气，早上6点的天空看起来就像是晚上的6点。看来还是躲不过一出发就碰到雨的情况啦。但是这一早的雨完全没有把我们想要骑车那火热的心给浇熄。在出发之后的第一件事，同样的，我们到了附近的加油站，在这边把油量补满。加完油，时间也来到了接近7点，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大家准备出门上班上课时间，所以整个约翰尼斯堡可以说是塞爆了，车超级多的。幸好这时候是没有漏雪顶啦，不然我觉得我们真的非常有可能又在这里塞个超过1.5小时才可以离开市区了。细雨绵绵以及昏暗的天色，让我在刚出发的时候其实还蛮担心这一趟
会不会都是这样湿漉漉的状态？不过很幸好的，这个雨看起来只有下在 Benoni， 骑了大概20分钟，离开了 Benoni 之后就没有雨了。而在刚离开 Benoni，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停电的时候路边的这一场车祸。骑在南非的路上，如果是在交通的尖峰时刻，看见一堆车停在马路中间，或是挤在一起停在了路间，基本上八九不离十都是发生了车祸啦。这一天出发的早上，我们就经过三起的车祸现场。有了在台湾的骑车经验，在南非看到这种车祸现场，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恐惧或者是惊讶的想法啦。毕竟在台湾，我们也曾经遇到一个路口，同时目睹了三个不同车祸的状况，小 case 啦，吓不倒我的。驶离市区，周围的车辆也逐渐减少，我们也接着汇入了这一条 N3 高速公路。在 N3 上面骑了大概不到10分钟，我们也来到了一处收费站停。在南非的高速公路，过路费是由人工收取的，每个地区都会设置站停，而费用从最便宜的5兰特到300多兰特都有。300多兰特以我们这一趟骑乘下来感受到的道路品质来说，这金额真的不算太高，只是在进收费站前停等的时间会稍微比较长一点。而因为我们一行人一共4台摩托车一台汽车，所以由第一台车先付过路费，接着我们就直接通过了。通过了收费站之后，我们也从 N3 接到了这条全非洲最长的公路 N1 高速公路。这条 N1 高速公路是整个非洲大陆上最长的一条公路，连接了南非的首都 Pretoria 普勒托利亚以及 Cape Town 开普敦这两个最大的城市，全长接近2000公里，从南非的东海岸一路横跨到西海岸，途中会经过高原、沙漠、森林以及草原，一条路中可以看见不同的地形以及气候带，真的很适合我们这种喜欢探索自然的骑士，一条公路就能看透所有的景致。除了风景壮阔，在 N1 上面我们也看到了 Township。南非人很礼貌的用了 township 城镇这个词来形容贫民窟。其实从我们刚来到南非的前几天，我们就有陆陆续续经过好几个贫民窟啦。比起一般的住宅社区，我们一眼就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来哪几个地区是贫民窟。老旧的铁皮、木板，甚至是几片瓦楞纸板，就作为屋顶、墙壁还有大门。在路口处可以看见几个流动厕所，路边随处可见正在焚烧的垃圾，每一处的细节都让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某几个地区甚至还出现了一条路分隔出了 township 还有豪华住家的奇特景象，既有住的地方不难看出南非的贫富落差是多么的巨大，看到这些画面还是会有点难过啦。我们大概花了接近2小时的时间才正式的离开了市区，里程到现在大约是60公里，所以我们也决定下交流道，在 N1 上面的休息站暂时休息一下，顺便先喝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因为不要看这里现在是夏天，温度大概也只有十几度，喝个热咖啡再上还是比较有精神啦。You always look like that because my helmet is too tight. Okay. Is the speed fine for you? Yeah, not too fast. It's okay. Yeah. 我承认我又有点雨难了，因为呢，我们骑到一半，现在又开始下起了大雨。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这应该是南非传统的这个，
你看它这个是用什么竹子啊下去一个一个编织出来的，然后这边有三个，这边可以拿来挡雨，我们现在在这边，然后这边也是我们的，还有这边我们准备在这边呢先小小的喝个咖啡，然后喝完咖啡之后呢等雨小一点再准备出发。我们现在停在这个加油站，这在台湾应该算是服务区吧，我们还没吃早餐，我们先喝咖啡我们还要再骑150公里才会到我们吃早餐的地方。要跳舞了。Ik heb vergeten om eens te zeggen, jij moet jouw Bluetooth speaker vallen. Oh, en dat is het. Long is lif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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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w it's coming. Life is life. 位于恩湾高速公路上的休息站同样也是环境整洁，站区内有加油站与一些便利商店，还有连锁早餐店，让用路人累了可以随时下高速公路休息。而像这样规模的休息站，在我们骑乘了30天之后发现，似乎是只有国道上的休息站才有店家，其他的休息站大概都长这个样子。各有各的好处啦，路边的休息站虽然没有店家，但是可以近距离和大自然相处，对于自驾旅客来说反而别有一番风味。在到了这个休息站之后，天空又下起了雨。今天我们预计的里程是从约翰尼斯堡的 Benoni 出发，一路往内陆骑乘，下榻在布隆方丹附近的 Coesburg， 总里程大概是700公里。虽然出发了2个小时了，但是因为我们出发的时间比较早，到了这个休息站的时间大概也才早上的8点吧，时间还算是蛮充裕的啦。离开了第一个休息站，我们也继续踏上旅程。700公里扣掉60公里，剩余的里程看似很多，但是有了昨天的试乘，所以我对剩下超过600公里的路程没有什么担心啦。依照这个速度，扣掉休息的时间，大概再花个5-6个小时，就可以顺利的到达今天的住宿点了。恩湾在经过了刚刚的休息站之后，路面状况在这边会稍稍的变差一点，不再是平整的柏油路面。反而有点像是我们很常骑的水泥铺装路面，骑着 Lekker 载着珍珍，还有3个满满的箱子，在高速公路上车身稳定，随吹随到的动力，在超车的时候也可以很轻松的超过，骑起来完全没有压力，我觉得还是很舒服啦。而说到超车，在我们今天骑的恩湾上面，因为是连接约翰尼斯堡和开普敦的主要公路，所以自然的也就是各种大车的热门路线。而这些大货车在我骑乘的这一个月中，几乎没有看到他们行驶在内线车道，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看到他们在超车的啦。他们几乎都行驶在外侧车道，所以在四线道超车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而如果遇到只有双线道的状况，他们反应也很快，基本上都会往左开到路肩上的紧急车道，然后把主要车道让给我们先过。而在南非超车后的礼仪，打个3下双黄灯示意，感谢他的礼让，然后他会接着闪1-2次远光灯，就是在说 Bankeki 啊。我觉得这一来一往的礼仪真的非常可爱，所以同样的，在遇到后方来车要超车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样的礼让他们，然后再跟他们说个 Bankeki 啦。即使是在高速公路上，我们也会遇到很多机车骑士，而南非的骑士之间的礼仪就更特别了。看到骑着摩托车的骑士，如果我们想要示好的话，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头侧着点一次，意思就是在跟他说 hello 啦。据 Jack 说，会有这样特别的动作，原因是因为在南非车速通常比较快，把手举起来打招呼，瞬间会被风吹爆，所以他们才会用一个相对来说安全一点的动作来互相示好。所以在我学到了这一招之后，只要在路上看到有人骑摩托车，不管是骑着摩托车旅行也好，餐厅的外送员也好，让他们知道身为台湾人的 keypad 还有友善啦。台湾除了有台湾人的 keypad 还有友善之外，还有东台湾的美景，土优玛一节租车，东台湾租车旅游，
让你看见东台湾的美景。就这样一路点头点到快落枕了，天空也从原本的乌云密布，到现在也逐渐看得到蓝天了。时间来到了超过中午，骑乘到现在里程也来到了300公里了，我们也准备下交流道吃个午餐了。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停下来，就是跟大家来聊聊，从一早起来，然后骑乘到现在的这个感觉。因为我们刚才一路上啊，其实真的都非常的赶。我们从六点吧，从约翰尼斯堡的本隆尼出发，然后现在来到了这个不知名的小镇。我们现在来吃的这间餐厅呢，是 Alan 岳父他很喜欢的一间餐厅。路上我们加了两次油，两次呢，这大概是打破我骑车有史以来就是停最短的一次，你知道吗？就是油加完了直接走，完全呢也没有停下来，什么事都没有做，我们就把油箱打开，加完就直接走了。那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因为毕竟在南非呢，其实这边的地因为真的太广太大了，所以如果依照我在台湾骑乘的那种习惯的话呢，基本上应该会拖他妈很久的时间。我们现在时间10:55，所以刚好算是一个吃早午餐。那这间早午餐非常有名，等一下拍给大家看。骑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我觉得非常的稳啊，因为车身，然后又加上我们挂了三箱，骑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速呢，我觉得是偏快的。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有进步，因为我今天呢基本上都跟得到 Alan 的大舅子这个 Futter 呢，人非常好。一路上呢一直询问我们 Is this speed OK? 我相信各位英文可能也跟我一样好啦，就是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的速度可以嘛。他其实还蛮关心我们跟不跟得上，会不会觉得太快，或者是如果他骑太快的话，我们会不会就是有点嘎嘎的什么之类的。比起昨天，今天呢我们的速度就往上稍微提升一下，一整路上大概130-140，我觉得我也是逐渐慢慢的正在习惯当中。骑乘起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稳很顺，尤其是加速的时候，最让我惊艳的我觉得就是它的快排，不管是进档还是退档。因为以往像我在骑橘白也有进退快排嘛，那以往我在骑橘白的时候，通常那个一档啊要升到二档，我都还是会拉离合器啊，真的太卡了，你知道吗？我觉得890 Adventure R 版它可能有稍微小小的把这个缺点给它修正过来，它这个一档到六档直接是无缝直接升上去，它也没有那个结合的感觉，你知道吗？它就是你勾上去它就二档，而且很顺，真的非常的顺。我觉得如果之后大家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那个店里面试试啊，就是可以试乘的店里面试试，有然后要试有进退快排的，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顺滑。今天吃的这个啊，有薯条、培根，这是香肠，然后这应该是猪排 ，tomato mushroom， 然后两个 well done 的 egg， 全熟的蛋。另外一个套餐呢，这边有个热狗、番茄、培根，两颗半熟蛋。Medium， 然后再一个 chips， 这就是薯条，所以应该可以吃得很饱。那边还有两块吐司，这样呢是多少？128兰特，大概256块台币一个啦哈。那另外这个呢，好像是也是100出头块，所以这样加起来大概是600块台币。我觉得还算 OK 啦，东西也蛮多的，然后还付了两杯咖啡。等一下准备呢，要继续出发。出发往哪里呢？距离这个小镇还有400公里的路程，预计可能要骑到晚上吧。没有啊，应该不会，因为我们这边车速偏快，所以如果都是骑120-130的话，大概3小时，然后中间加一点休息的时间。以刚刚早上的这个休息的进度来说呢，每一个休息站我们大概只会停3-5分，就是这么夸张，就是3和5分而已。我觉得可能到我们今天要住的地方呢，基本上也不会太晚了。准备出发 ，OK。吃饱喝足之后，我们在这间餐厅休息了大概1.5小时，研究接下来下午的路线。因为虽然此时此刻我们是展开了一个月的横跨南非的行程，但是其实我们连住宿都还没有找好，只知道今天大概会骑到哪个位置。旅行嘛，不就是随遇而安吗？在台湾我们这样，在国外我们同样也是要这样，就像天地间的游子，无限自在。所以我们现在吃饱，准备要继续出发。还有400公里 ，Round Two， Go Go。
大概决定了今天的住宿点之后，时间来到了将近下午两点。我们距离今天晚上下榻的地点还有超过300公里的距离。出发之后，继续沿着这条 N1 赶路。第一天，说真的，我们就开始赶路了啦。原因是因为今天的里程比较多，接下来几天我们都会骑土路，在土路上一天最多大概也就只能骑个300多公里吧。所以后来干脆决定第一天就把公路的部分全部骑完。其实我一直觉得骑车不是为了要赶路啦，相反的，骑车就是要感受路。而至于要怎么感受呢？闪电。在骑在路边的时候，那边已经全部整个，你看那个，有没有雾的？真的就是在下雨。然后，哦，有看到吗？超明显。旅程到了这边，远方的天色逐渐变暗，周围的风也越来越大。草原上的牛群还无所事事的各自吃着地上的草，但是我们都知道，一场风雨即将来临。伴随着右手边时不时出现的闪电。在这空旷的非洲大草原上，就显得更加吓人了。路面从全干到现在已经变得开始湿漉漉的了。到了这边，我们也停下来，打算穿个雨衣。各位，我还是很不争气的把雨衣给它穿了上来。毕竟我们身处异乡，好不好？只是事事求一个安全，不要感冒了。所以我们还是把雨衣穿起来了。起初我一直很犹豫到底要不要穿，一方面是想要淋淋看南非的雨跟台湾淋起来到底有没有差，另一方面又怕淋下去了之后直接感冒没办法继续骑车，所以最后决定这一次就先不当真男人啦，毕竟我还是想要骑完这5000多公里嘛，所以还是乖乖的穿上了雨衣，然后让珍珍坐进了保姆车。骑摩托车就是为了感受路，不管路上的天后、出太阳、阴天、细雨绵绵，甚至是暴雨，就是一如往常的继续骑爆。但是这个雨真的让我完全颠覆了南非不太会下雨的这个看法，大到只差我沐浴乳放在包包里面没有拿出来了。太夸张了！为什么要给我雨战？然后老天爷就好像在跟我们开玩笑一样，在这磅礴大雨中骑了大概不到20分钟，天色就开始逐渐变亮，雨依旧下着，但是远方的蓝天也越来越清晰，接着雨也就变小了。穿了雨衣，虽然只有淋了短短20分钟，但是车靴、衣服里面还是全湿了。要跟你下那几公里，你知道吗？对啊，而且下超大，3到5公里吧。我这里面也完全看不到前面哎。对，而且你看我这里面，我这是湿里面哦，我这不是湿外面，然后里面已经全湿了。他就是故意要跟你下，有没有卫生纸啊？应该没有。
你是全最湿的，可是我内裤已经湿了啦。你内裤怎么会湿？我内裤已经，我不知道啊，它就是可能喷，真的喷太大了吧。你刚刚看得到东西吗？我就看不到啊，看到灯。我是连那个镜片里面也是全湿的。这个怎么伸进去啊？全部伸进去，干。脱完雨衣，我们继续启程。接下来的200公里是一个热到爆的天气，我想这应该就是名副其实的三温暖了啊。骑车感受路，我想就是这个过程中有好玩的、好看的，同时也有不好受的，当下骑得很厌世的。而在旅程结束之后，仔细回想这整个骑乘过程，你会发现，通常深深烙印在脑海里，或是跟朋友谈论起那些印象深刻的事情的时候，几乎都是骑到厌世到爆的当下，反而生动而美好，丰富而真实。但是当下心里还是暗暗的祈祷，可以不要再下了嘛，拜托，已经够丰富了。冲完澡之后，我们又骑了大概100多公里，来到了南非三个首都之一的布隆方丹，打算在这边稍微补个油量。而这里距离今天的目的地也不远了。Empty or half a quarter? Excuse me? Empty half a quarter? No, it's about half and less. Half like that. Okay, thank you. Sharp. Yeah. Okay. Sharp. Thank you. Bye. 常常我在说啊，这个骑乘呢，就像人生。有时风雨有时晴，继我们零爆之后呢，现在又是一个超过30度的高温，因为这个南非这边呢目前是夏天，哇，非常的热啊，我现在已经骑到全身汗了。我们现在停的这个地方叫 Blue Fontain， 这里就是布隆方丹，南非的三个首都之一。对，因为在南非他们有三个首都，一个是开普敦，一个是布隆方丹，普多利亚，对对对。然后现在真的很热啊，我们来这边就是一直喝香米，一直喝可乐，还有雪碧。从我们早上骑到现在呢，我们骑了很久一段时间，6小时了吧，大概骑了400多公里，然后我们只剩下最后的200多公里而已。可是这里呢，刚刚这个 Alan 的大舅子跟我说，这里通常是他们开车停的第一站。跟他笑欸，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觉得说我们好像有一点休息太多了，对不对？对，因为刚才大舅子跟我说有点 delay。We are a little bit delay. You know, it took you how many hours to get here? We left about 6:30 this morning, or yeah. What? It is 3:30. Normally we drive here in four hours. Yeah. With a car, four yeah. hours. Yeah. You're doing 140 with a motorbike, but you stop and you talk and you take videos and you stop and you talk and you take videos. That is the problem. Yeah, that is the problem. Yeah. Put down that thing and drive the bike. Yeah. 他说我们拍太多影片了，可是我们就是要拍影片啊。他们人也很 nice， 也很愿意等我们，所以还 OK。他刚才跟我们补充了一下说，我们从本隆尼出发到这个布隆方登这边呢，其实骑了400多公里，大概就是我们从台湾的最北骑到最南的。What must I say? Yeah, from the Taipei, the top of Taiwan. Yeah. To the south of Taiwan. To the south of Taiwan. Southeast. Yeah. We've done that in one day now. In one day, yeah. We left this morning, one day, half a day. Yeah. From the top of Taiwan to the bottom of Taiwan. I think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uth Africa and Taiwan, yes, so many cars. Yes, little cars, and the speed is nice here, 120 speed, at least. Yes, 他说这边的速度很赞，他就是飙仔啊。120 is the minimum. You see it all the way on the road. 120 minimum. Yeah. 好了，不要再干个话了，等一下真的要走了。如果单纯只看画面的当下，你应该会以为现在的时间大概是中午，但是其实时间已经来到接近4点，距离我们的目的地大概还有200公里，所以我们在布隆方丹没有停留太久的时间，补个油，买点喝的，就赶紧接着继续出发了。我觉得今天的旅程，在从约翰尼斯堡出发之后，从布隆方丹开始，是一个分界。在经过了布隆方丹之后，恩湾高速公路两边在这边会变得更加开阔。路途中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已经来到了南非的内陆地区。笔直的公路伴随着一望无际的草原一路延伸到视野的尽头。不管骑了多久，好像就是永远骑不完。偶尔还可以看到两边的草原上有一些牛羊低着头在吃草，
很可惜我没办法停下来好好看看他们，只能当作是一眼瞬间的景色。从布隆方丹启程之后，我们又骑了超过200公里，随着这一座山映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也来到了 Kolsberg。I've been staying 57 years in this country and very seldom that I travel. Okay, this is good. Oh, for me, it's the first time to go to George. Oh, really? 就是他住在这边住了五十几年，第一次这样旅行。I've been to Cape Town before, but yeah. But you drive, not ride. Berg 在南非语中是有点类似城堡概念的，所以在很多地名中可以看见，像是我们今天出发的地方 Johannesburg 约翰尼斯堡，以及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Kolsberg。科尔斯伯格与 Berg 很容易混淆的是 Berg 在南非语中的意思是山的意思。在之后的行程中，我们也会骑着 Lekker 去很多的 Berg。 而今天我们准备下榻的 Kolsberg 有着绝佳的地理位置，位在恩万高速公路上。这个小镇安静清幽，是许多当地人开车往返约翰尼斯堡以及开普敦的时候最常选择停留住宿的一个小镇。除了幽静的环境，来到 Kolsberg就不得不提到这一座 Flat Mountain， 也有人把它称为 Kolskop。 这座山也曾经在南非的战争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则是变成了一个著名的观光景点。整个城镇的农田建筑从山顶上都可以一览无遗。看起来就是很像那种露营区的那种小木屋，有没有？所以我觉得可能应该是还不错。等一下我们进去稍微开箱一下看看。现在先拿一下东西，狗哥。现在准备要来开箱我们的房间了，狗哥。哇，很棒哎，两张加大的双人床。其实它完全看不出来是在一个度假村小木屋里面的一个格局，对不对？蛮干净的，对，很干净，对，衣橱很啊。先去下一下东西，等一下下完东西之后再跟大家报告。OK。而今天我们下榻的这个度假村就位在 Kolsberg 这个城镇的外围，窗户看出去就是这个景色。一个晚上大约2000出头台币的四人房，简直是佛心来的。而从我们今天住的这个度假村的厕所里面看出去的风景，绝对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美的厕所之一了啦。我们这次住的这一间啊，它这个厕所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有特色，给各位看一下，看出去的景色很这样。这里我把它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厕所。在抵达了住宿点之后，我们也稍微整理了一下东西，接着就准备吃晚餐了。我们骑了好久了，抵达了今天下榻的地方，然后现在呢，时间应该是已经不知道，可能七八点了吧。七八点了，但是天呢还是这么的亮，好不好？而且这个建城呢非常的漂亮，最下面呢是黄色的，最上面呢是蓝色的。这是我们房卡，我们住 F9。然后呢，到了之后，今天骑了一整天都没有停下来喝水，所以我们现在呢点了杯酒，直接先来干，好不好？等一下把它干完之后，我去拿档案来这边拉。他们是这个绿色的，好像是很有名的，对不对？这个是叫 Windhoek。他们叫 Windhoek， 就是好像在南非，这个啤酒还蛮好喝的。上次去那个什么那间地中海，我好像也是喝这个。对对，很顺口，超好喝。今天这样骑了600多公里，我觉得还 OK 啦，只是因为车速真的比较快一点，还是有点小小不习惯。不过我今天有进步，我可以骑到140几。对，这是南非的标准的。我骑140几还被说骑太慢。Thank you. And potato wedges, fillet. Fillet steak with wedges medium.Medium, yes. Oh, yeah. 它菲力看起来很好吃，菲力超大块的。Very good. Very nice.
这块是菲力，然后这个是红萝卜，这个就是我们在 Orexi 吃的那个菠菜焗起司，不一样啊。它可能有加一点薯片啊。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 with mash creamy mash 奶油薯泥 ，enjoy， you can enjoy， this is your dinner。我还在等我的餐台，所以呢，等一下真正会先吃。等我们餐台之后呢，我们再开箱给大家看。Go。晚餐时刻，坐在我们旁边的两位当地人，可能是看到我们不像南非人，所以吃着吃着，我们就开始聊了起来。最后在 Coastberg 这个晚上就这样完美的度过了。今天的700公里，我觉得我们都适应得非常好，没有什么疲倦感，甚至在聊完天回到房间之后，还一路拉档案拉到了凌晨才接着睡觉。明天我们准备离开 N1 高速公路，接到土路，接着骑大概200公里的 off road， 前往第二个我觉得也非常漂亮的小镇。大家如果来 Coastberg 的话，要记得来这间店买东西。那个饮料去拿几瓶？饮料拿几瓶吗？真的假的？谢谢你。六十公里的柏油路，剩下190公里呢，全部都是土路，相信可以骑得非常爽的。准备出发 ，Go go！ 那该不会是汽油帮浦吧？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大蒜？哎、欸，看有大蒜哎、欸！哎、欸，看它里面有大。有啊。它里面有大蒜哎、欸，好屌！我们来南非为了就是什么？为了就是这个啊！靠，这风景真的超赞的。然后这一条呢，是我们等一下要骑的路，看不到尽头。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哦。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面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